大家好，我是郭采洁。我们的电影《Sky on Fire》冲天火在12月1日的时候在新加坡的全岛正式上映。冲天火是林岭东导演的又一新的力作，然后是一个非常刺激，然后也很冒险。我在片中饰演的是一个生病的女孩叫小珍，然后跟着哥哥就是张孝全一起流浪到香港去寻找再生的这个科技。12月1日的时候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到戏院来支持我们 Sky on Fire。金主的命根钱都得听我的。整个保命的计划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。